早安，你好吗，太太？我要自我介绍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的名字布拉你几岁？我几岁？43岁。你结婚了吗？我要婚了吗？你有没有孩子？我要3个，那个2个男的，1个女的。你的姓什么叫？我姓是帅。我的姓回教。回教。你以前在哪里工作？我以前在新加坡两年。做什么工作？照顾阿公。阿公？阿公帮是不是？帮阿公睡觉，帮阿公穿。穿衣服，穿衣服，帮阿公玩煮饭。阿公几岁？阿公44岁。几十岁。你不怕狗吗？我不怕狗。你这猪肉吗？我不要这猪肉，但这我喂这猪肉。你有没有？你会不会住宅？我会出差，出趟。真尼。番茄炒蛋。番茄炒蛋。谢谢，太太，拜拜。